罗力威一连五场嘅演唱会日前就正式开锣，而呢晚神秘嘉宾就系、冇错，古巨基基仔同罗力威合唱。当罗力威唱到最后一句嘅时候，忍唔住拖住基仔只手一下添啊！你愿跟我做朋友，但我不会。得啦，罗力威，谢谢各位。其实大家头先睇到佢鬼马嘅一面啦，唱到嗰个摸我手，佢就伸只手，其实佢好鬼马噶，系噶系嘛，你都认嘅，我又摸我。呢晚最惊喜莫过于就系有一位着上吊带低胸裙嘅女 dancers 为佢伴舞啊，而佢嘅双手有罗力威嘅胸摸到去大髀内侧，仲好似疑似碰到阿小威添啊！罗力威接受访问嘅时候，佢就话嗰阵真系惊到唔敢喐噶。主要我觉得系反而系佢个身咧咁样贴过嚟嘅时候咧，我惊。笑是因为呢我怕呢不小心即是没礼貌啊，即是他惊失了，即是他又做到这样呢，你怕低胸，那我又一挨问哎呀即是试试啊，我又没有即是 feel 到他即是摸到，即是可能给你看可能是那些咁啱那些动作垫垫你内侧、啊、你没有反应、啊、没有你令到他都没有 feel 是啊不过我觉得他很专业，因为他一来就立刻入戏了，他笑都没笑的。